松下发布了 F1.8 定焦军团的最新成员 L 卡口24毫米的 F1.8 和原有的50毫米85毫米两支 F1.8 的成员一起组成了一套基本的定焦组。 F1.8 定焦是目前镜头市场上比较热门的方向，主打视频拍摄的松下发布的 F1.8 定焦镜头拍摄体验究竟如何呢？大家好，欢迎来到影像麦克听雨评机，我是阿雨。松下24毫米 F1.8 上手后最直观的体验就是又小又轻，和之前发布的两只 F1.8 的定焦一样，镜身比星巴克中杯的咖啡还要小，310克的重量几乎是我们之前挂机的 2470F2.8 变焦镜头的1/3，上手的重量感轻了不止一半，顿时觉得倍儿轻松。和松下 L 卡口定焦镜头大光圈50毫米 F1.4 相比，24毫米 F1.8 镜头体积小了一圈，重量几乎是1/3，价格也几乎是相当于1/3了啊。24毫米 F1.8 这只镜头又小又轻，那是不是画质和耐用性得打折扣啊？严格的来说，这两只镜头的光学素质肯定有着较大的区别，不过具体在视频拍摄应用上，24毫米 F1.8 的性价比更高。24毫米 F1.8 在最大光圈下的解析力表现不错，在视频模式下可以放心的全开光圈进行拍摄，不过在最大光圈下还是有轻微的色散，对此敏感的小伙伴需要适度的收缩光圈。24毫米 F1.8 的畸变控制得也不错，视频模式下边缘的畸变很微弱，呼吸效应的控制也是这支镜头的主打性能之一，在拍摄的过程中几乎感受不到。松下微单主打视频拍摄，所以松下镜头的设计在很多方面优先考虑了视频拍摄的需求。这组 F1.8 定焦军团借鉴了电影镜头设计的理念，统一了镜身的长度、滤镜直径和对焦环位置，上跟焦器无需调整齿轮，几乎一致的重心使得在现在主流稳定器上换镜头不用重新的调整平衡，可以在镜头组内快速的切换，提高了现场的拍片效率。同时滤镜尺寸和镜头盖也完全一致，67毫米的口径滤镜一律通用，就连按键也完全一致，拍摄时不同镜头内切换盲操作也没有问题。简单的快速上手体验以后，我们不能说这支镜头的光学素质有多么的完美，但是这个价格体积和重量之下，再加上和松下的机身搭配在一起后的自动对焦性能加持，我们认为这支松下的 L 卡口24毫米 F1.8 是一支不错的镜头选择。对于干行活的小伙伴来说呢，在大三元之外可以增加这样的一支定焦，用于专门的稳定器移动拍摄，轻巧省力，谁用谁知道。对于需要自拍的 vlog 小伙伴来说呢，这支24毫米 F1.8 可以作为不错的挂机头选择。24毫米虽不及2060的广角宽广，但用于自拍也算够用，而且还有 F1.8 的大光圈加持，24毫米广角拍摄人像虽然容易变形，但控制好构图之后，可以更近的距离贴近被拍摄对象进行创作，沟通更方便，在公共场合减小干扰。总之，松下在24毫米这个经典的焦段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轻巧的机身，紧凑的体积，给予视频创作者的便利远比那微弱的画质区别来得更实在些，让我们拥有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画面内在的故事创作当中。嗨，小朋友们，我现在在北京坊，这里有一家星巴克工厂旗舰店，整整有3层楼那么多。这里有星巴克的普通咖啡、手冲咖啡，还有星巴克的茶饮、鸡尾酒，通通都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饿了耶，我吃个什么呀？黑森林，黑森林。其实我还想吃那个雪泥鱼泥。Lumix 24号咖啡，您来一杯吗？好了，各位小伙伴，以上就是本次听雨评记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记得点赞、订阅、收藏、转发。更多影像产品资讯以及影像器材评测呢，欢迎全网搜索影像麦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